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a， 我今天给大家录一个 Know Me Too Well 这支舞的分解动作的 part2。啊，然后所有的动作都是镜面的，所以只要跟着学那个方向就好。好，我们现在来做第二部分的第一个八拍。嗯，我们上一次是从这里结束的，七一八。然后一的时候把你的手往上甩，同时你的腿左腿往前踢，就是一。对，二的时候往后退，顺势。三的时候出你的右腿，然后出你的左手。然后手是张开的，三打，然后你的右手和左手有一个交叉的动作，三打，然后四的时候呢，把你的重心从右边转移到左边，然后你的手往左边指，同时你的头可以看你左边的方向，三打四，然后五的时候，你的左手往外面画一个圈，同时你的胯从这样。也是从前这样子转过来，转到左边，对，画一个顺时针的圈。四五五的时候呢，你的胯又转到了右边，然后同时你的手左手指到你的右边，然后你的头可以稍微斜一点。五六的时候出你的右手，然后指自己的脸，同时你的身体往前面倾斜。六打回来，七，也就是六打七，然后八手在空中画两个圈，指上去，八，然后一的时候，就是第二个八拍的一的时候，手下去，然后身体也 drop 下去，一。二，然后手慢慢直起来，同时你的腿滑步收起来。二三，把你的左手放在胸前，跺两下，然后它对应的歌词就是 me。然后四的时候呢，把你的左腿跨出去，同时右手放在脸的左侧。四五的时候呢，有一个波浪的动作。就是在你的下巴下面画一个波浪，五六六出右腿，然后你的手甩到右边，然后同时手连往你的右手边看，就是四五六，然后七的时候七退你的右腿，同时你的左手伸出来，然后是一个掌的姿势，对，就是七打八张开，然后打收回来。好，我们把前两个八拍做一遍，五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好，然后八打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手往里面绕的动作，在绕的过程中呢，你的手从掌变成了拳，同时你的胯是做一个这样子往外拧出来的，一个扭胯的动作，然后连着一块就是八打一，对，八打一，二，紧接着一个抡。用你的拳握拳，从你的胸前抡到身后。二，对，二，三的时候往前跨一步，三，四，用你的右手扶头，五，往后仰，六，起来，七就是甩头，八再甩回来，然后就面对着镜头，七八这两下你也可以做自己的 freestyle。他的视频里面还有人是背对着的，对，这个看自己发挥。第四个八拍就是四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出手的动作，
四二三的时候呢，你的手往前推，同时你的身体往后，做一个反作用力的感觉，然后你的脸往后看，三四啊、这个时候在四的时候停一下，五的时候回头，然后往前走，然后手势是这个，然后对应的是他那个主要的歌词，就是 know me too well， you know me too well， 所以就是五六七的时候伸左手，然后八七大伸你的右手，八把握拳放在胸前，双手握拳放在胸前，八大的时候呢是往上举，对，八。好，我们把这三四两个八拍连一遍。 OK， 五六七八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好，然后接下来第五个八拍，从这里开始，八一的时候呢马上 drop， 同时你的你是重心放在左胯上，有个坐胯的动作，然后右脚弯曲，手这样非常用力的，有个很 power 的力量打下来，放在你的身后，一，然后它有个踏踏，对，然后就是踏一大大，然后三的时候把自己弹起来，你的重心就由左边转移到右边，你的手呢就是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三，对，三，同时你的头可以稍微弯一点，三打的时候张开，然后身体可以稍稍往左前方倾，然后左脚是一个弯曲的状态，三打四，四的时候是一个马步的动作，然后手放在你的双腿上，四，然后五的时候呢是一个站起来慢，然后用你的右手这样捞，这样捞出来，六，对，六，六的时候你的手打在你的右侧，并且你的左腿这样子弯着放在后面，六，七八，对，它这里是一个慢的动作，七先打到这边，八扭过来，好，然后下面第六个八拍的动作就是连着七八，然后再一个扭胯，再一个扭胯，它，对，一二，然后有一个往上摸，三打四，每一个半拍都是一个定点往上摸的动作，就是卡点，踏打哒哒踏哒，然后此时你的重心是转移到了左边，踏踏踏，然后头是可以稍微的往左边偏，对，拉一二三打四，然后五的时候又是一个双拳在胸前平举，五六，然后手是张开，七的时候在胸前个 cross， 七打打的时候打开，然后八，对，八就是有一个那种类似于拉丁舞那么收的动作，定向，就是你的手从两侧这样子交叉然后上来，然后身体就是挺胸抬头，然后你的右手放在后脑勺，左手放在耳旁，一个一上一下的感觉，对，好，然后我们所有的八拍都教完了，然后我们把最后的这两个八拍来顺一遍，七打八打，一打打，三打四，五六七八，二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那我们现在就数着拍子把后面的所有八拍来过一遍。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五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打一打打三打四五六七八六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好，那我们现在用七五的速度来过一遍。再用元素跳一遍。